上节讲到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啊。圆觉经定陶公，当知菩萨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，何以故？一切绝故啊。所以咱世间人哦，就最容易犯的是什么？最容易犯的就是势利眼啊。看到高的人就真恭敬，看到含慢的就看他不起，这是普通啊。啊，若再进一步嘞，看到含慢的就给他欺负，对吧？哦，啊，看到有钱的就给他哄抬，跟他做工的哦。啊，那看到无钱的人哦，就看他无起。哦，啊，就甲糟蹋、甲劈腿，哦，安尼，这拢是好做势利眼啦，哦，目睭看官无看低啊，安尼，啊，同款嘞，看到那种讲修行人啊，看到有修行的师傅，哦，足恭敬的哈，这是应该啊，啊，那种看到讲较修行较歹，还是讲较无修行，还是讲较无名的啊。啊，伊个差别性就弄出来啊！哦，这拢唔对，这个那点么唯识学最好做禅取心呐、啊，禅取啊、哦，禅就是谄媚啊，啊、哦，取就是弯曲嘛，迄、那个心弯弯翘翘，唔是滴滴啊，所以弯弯翘翘有真侪分别啦、啊，直心的话就没有分别了、啊，哦，啊那心中禅取哦，这款人无法当修。修道啊，哦，是跟他一旦噶佛法结缘结缘的事呢，但是真正修道无可能，因为伊心中的分别心太重了，哦，伊分别有修行无修行，出家外久，少年啊是老的，啊是讲是查甫的啊是查某的，伊拢种分别真清楚，伊的恭敬心啊恭敬的表现。有差别，那是诶，人讲较歹听讲，伊共用的是红包、大碎包嘛，有差别哦。那较大师傅啊，爱着较大包；小师傅的小包哦。啊，那小沙弥就无包啊、哦。所以这款的人分别讲。你学多久，你出家多久，你修戒多久，这款的人无效啊。只问有道无道，不问年老年少啊、哦。听有无？过念一遍，只问有道无道，不问年老年少。甲出家人哦，不应该问看伊出家偌久，嘛不应该问伊看伊几岁，哦，啊问问讲，哦，阿叔你甲当年呢？啊有人家讲，阿叔啊你减我两岁，哦，这种误区啊，哦，啊当然啦、啊，这是讲在家对出家，出家对在家嘛是同款呐。买袂当分别安尼啊，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下下人呐、啊，等于讲这是强调了，下面又下面，那就是说表示他地位很低的意思。这个下下是指地位，这地位真低的人啊，有当时啊，嘛有上上智，嘛有上上的地位啊。你卖看伊真低，你看伊扫涂骹，但是伊有真高的地位，无一定啊，对不？哎，伊是今嘛讲，运气较歹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无找到打到好机会啊，无找到好头路啊，所以今嘛咧走涂骹，对不？但是无定着人伊修行真好啊，无定着人伊学问真饱、啊，对不？哦，所以袂当看表面上就对啦，哦，啊，头先所讲的讲，这个就学啊是讲，初学，这嘛是表面的啊。哦，
还是说年老年少男女啊等等，这些都是标准上啊，哦，就不能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看一个人的修行什么样，哦，那是说一个人他修行真好，啊，跟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修行不真好，你也不能这样来分别说你的恭敬心嘛，你的恭敬心应该要平等，他的修行什么样跟你的恭敬心这是两回事啊，你的恭敬心是你的修行，你知道啊，你若平等恭敬，那是就是你的修行，那你就比较容易快一点入平等性质啊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下下人啊，地位真低的人，有当时啊，伊嘛有真高的地位，这句话是安尼意思啦，啊，上上人有莫义智，啊，地位真高的人啊。相反来说啊，地位真高的人有当时啊嘛有莫义智啊，这个莫就是埋没啦，哦，义就是野心呐，啊，哦，野心底啊有当时啊嘛会被埋没啊，就是讲野心底的智慧啊显露不出来被埋没了，有当时啊嘛安尼啊，哦，意思就是讲。地位真高的人，有当时也嘛真有气啦，安尼简单一句话啦，哦，因为伊的星光被埋没了，安尼。别驾言，如旦诵记，这个经文真趣味啊！伊就无讲，你莫阁讲啊啦，哦，我知，哦，你看有啥物记，你就做你讲啦，我甲你写啦，哦，啊，你若因为这个记哦，得着法啦。安尼，你都要先来度我哦，唔通袂记个哦。安尼，勿忘此言哈，卖袂记个即个代志啊。啊，慧能记曰：哦，即个高潮哈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即个哦，无啥物学会的人嘛，咱拢知啦，即个记啊，哦。大家拢敢那咧唱迄落，我有我有也也伊同款安尼哦，即条歌仔啊哦，安尼在心口难开啊哦，但是这深意是啥物？这个当然爱对照迄个神秀迄个机来看哦，菩提本无树。这树啊，咱顶边讲菩提树是啥物事啊？菩提树是所依的不？是修行菩提正道的所依的不？因为释迦牟尼佛依靠一张菩提树，踮咧菩提树下修道，所以会当证到无上菩提的依靠，对不？啊，倒转一个来讲啊，就是迄，那个菩提树就是啥？就是。释迦牟尼佛祖的道场啦，道场的意思是呢，道场就是修道的场所，或者道场修道的场所，名之道场。所以菩提树啊，菩提树下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道场，他修道的场所。道场的意思就是修道或是成道的地方叫道场啊。啊，搁进一步讲呢，这个菩提树的来源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名哦，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踮的那款树啊下骹修道成道，啊，本着迄个树啊，唔知什么名，唔知啦，可能嘛无名啦，哦，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踮的那款树啊下骹，那丛树啊下骹成道。哦，生菩提，所以啊，把那丛树啊，合作菩提树，安尼。哦，菩提本无树啊，这个，本就是从本以来啊，从本以来啊，这个菩提啊，就无树。这无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讲
修那准备修正无上菩提的人啊，哦，啊是讲菩提之性啊，菩提之性啊，从本以来啊，就无讲求啊，求啊什么？就是一个场所啊，哦，因咱头毋讲，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依靠一丛树啊，踮咧迄树啊卡修道成道，所以迄丛树啊就是伊成道的所依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就是伊的道场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啊，这菩提自性头前这个菩提啊，爱加两字来讲，就是菩提自性，菩提的自性啊。本来就无讲什么道场无道场啦，安尼意思怎样？迄、那个树啊是代表道场啊，哦，啊，佮进一步来讲，就是讲，这菩提自性啊，伊本来就是菩提啊，所以伊免依靠什么树啊，还是其他的代志，譬如讲依靠树啊，还是依靠庙哦，还是乃至讲依靠佛像。你们咱即摆爱互相在当修啊，吼、哦，啊是讲，依靠经本，啊是讲依靠，经珠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依靠动修，吼、哦，这一切本来就变依靠起来，无所依啊，无所依啊，哦，菩提自性应该是无所依啊，无依靠任何物件，因为啥？因为本性一切拢具足，啊、哦，本来是安尼，从本以来就是安尼。啊，但是啊，你来安尼讲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佛，佫着我坐菩提树下来修行，啊来成道嘞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树啊是着代表啥？树啊，表面上是道场。啊，搁进一步，就是讲一切修行所现出来的相，就合作。这个球啊，就一切修行的相啊，啊、哦，譬如说，乃至于代表说，这个出家，啊、哦，剃发出家，然后修行正道，度众生，入涅槃。这些八相成道，这规个的过程啊，拢总是树啊来代表。这树啊就是什么？是具象啊，是具体的东西嘛。哦，这树啊就代表这一切啊。哦，树啊本来是用这菩提树下修道，但是伊的广泛的意思啊，就是代表这一切的修行，一切的修行哦。啊。那从菩提来讲啊，菩提自性啊，本来就免无需要依靠长树啊，啊是依靠讲出家啊，啊是讲依靠剃发，啊是讲依靠修改，啊是讲依靠经珠等等，因为菩提自性本来就是菩提啊。但是释迦牟尼佛以奈示现哦，以奈讲我那里出家剃头出家。啊，做菩提树下，来自于苦恨六年，然后再做菩提树下，得成菩提呢。咱的三皈依来面讲，大慈悯故，起于大悲。经来面讲讲，起于大悲，依大悲而为上首啊、哦，就是因为慈悲的关系啊，所以示现有出家。修苦恨修道，做菩提树下降伏魔君，成道，啊、哦，转法轮，入涅槃，啊、哦，这东西慈悲，啊、哦，啊，过进一步讲嘞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啊，讲释迦牟尼佛伊家己讲，讲我来这个娑婆世界成佛，已经至今为止已经八千凡。未清拜啊，哦，伊个《梵王经》嘛安尼讲哦，就释迦牟尼佛来成佛已经未清拜啊，所以伊毋是头一拜来成佛，所以伊本讲就是佛啦，
哦，是慈悲过来度众生安尼，哦，所以，菩提本无树，这释迦牟尼佛，那依照释迦牟尼佛本身来讲，伊根本就无需要什么菩提树啊，伊嘛甚至不需要讲坐喺树下卡，再当成道，哦，啊嘛不一定说他一定要怎么做才能成道，哦，因为他已经证到菩提自性啊，但是因为自闭的关系啊，所以就安尼做，乃至讲，伊嘛不需要，持那些戒律啊，哦，但是就是自闭的关系，所以伊嘛乞丐，所以伊嘛以日中一时啊，哦，所以他也去托钵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伊根本就免食迄款物件，对不？伊那边，天人供养真多啊，对不？所以，迄拢无需要，但是因为自闭的关系啊，所以菩提本无树，菩提从本以来啊，就免依靠迄个菩提树，啊，无所依。明镜一回台，明镜一回台，哦，这个心中这一个明镜啊，这个心境啊，也不是说有一个台，这台是什么？就是有相可取啊，有一个相，有一个具象的东西可以得，哦，那依一个具象的东西而立，哦，依台而立，免依台而立啊，按怎讲，咱这心中这个镜这个镜是无相的，此镜无相啊，哦，所以不需依台而立啊，哦，所以这一个镜子啊，并不是说所谓真正的镜子了，因为它只是个比喻而已嘛。本来无一物，诸法自性啊，本来无一物。这无一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是说一项都没合作无一物呢，这个哦，就合作清净本然啊，这个心境啊，或是诸法自性啊，本来是清净本然，哦，本来就是清净的啊，本不生，密宗里面讲说阿字本不生，本不生就本不灭，不生就不灭嘛，哦，所以因为心体本来不生不灭，所以称为无有一物，这个心体好像虚空一样，哦，那无有少法可得，哦，那也跟我说无有少法可得呢，这心体如虚空，哦，所以哦，跟他讲呢，这一切法你的这心中哦，跟他如云过月，魂过月啊，魂啊砸一个顶头啊，魂过去的时候，魂过去啊，月亮顶头，那魂未念掉的啊，所以一点痕迹都没有，哦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就叫做云过月啊，哦，那一切诸法在心里面生生灭灭，就好像云过月，也像天马行空啊，天马行空，天马在空中里面的奔跑，诶，马过去了，会留什么下无？无啊，没有痕迹，对不？所以这个比喻讲，无有少法可得，无个一点啊法会当得着。这少法就是一点点的意思，啊，哦。所以，迄，那个虚空就跟咱的心同款啊，一切诸法就是显现在我们心上的遐法，哦，啊，那过去就没有痕迹了，啊，哦。所以讲本来无一物，本来就没有一物可得，没有一物可立啊，究竟清净，不生不灭，这个意思啊。啊，那是这个心境是安尼，何处惹尘埃？起码这个惹，我过反讽的反讽啊，惹就是招惹啊，
本来就没有扫法可得，那哪里可以招惹尘埃呢？哦，哪里能够留下痕迹呢？哦，所以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染污这个心境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心境也从来没有被染污，没有能染，没有所染，啊、哦，一切本质清净。阿弥陀佛就叫做无相寂，这个境界叫做无相寂，因为下面这无相寂就是导引众生入无相门的寂啊，啊、哦。啊！你今嘛并给来看迄个神秀讲的呀、啊，他这个是真正的有相寂啊，啊、哦，因为他你看这第五页，身是菩提树，伊把这身躯比轮作菩提树，菩提树是具体的啊，看得到的、啊，摸得着的、啊，哦，然后心如明镜台，不但是有形的身啊，他把它比喻作看得到、摸得着具体的树啊。然后连心这个看不到摸不着的，他也把它比喻作明镜台，所以把有形无形的都把它具体化了、哦、所以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有相颂，不是无相颂。对，那什么叫有相无相、哦、我能具体个抽象啊、哦、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啊、哦，这是老子说过的、啊、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、哦、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形而上，形而上就是说形上、哦、是超过形象以上的东西叫做形而上，那超过形象以下的叫做形而下、哦、那尊其道，如果是道的话隆中喜形而上、哦、啊，如果以这一个啊、哦、形而上这英文的叫做 metaphysics 啊，这个啊形而下就是用有相的意思，人佛搞公有相就差不多是形而下，形而下就是器，器就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嘛，器具嘛啊、哦、所以这个神秀的句子是十足的这个有相颂啊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那这个寄颂的这个境界在哪里呢？第一个它是有相颂，第二个它是这个入门的功夫了，哦，是入门的功夫，基础功夫。啊，这个入门的功夫呢，也必须要做，但是不是一个开悟的境界就对了。那开悟的境界。像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这个是开悟的境界、哦、啊！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偈啊，以这个哈、哦，主要除了尘世自己的境界以外哈、哦，以主要就是被破次啊、哦，破次什么？破次执着了。那他怎么破法呢？那就是将言破言呢、啊，就地取材。将言破言，就地取材，不利于法啊！按那讲，这将言就言，就是讲将言破言了。伊拢利用这个神秀下一下重要的字句，然后去破斥他啊。然后他自己呢，本身没有立任何一法，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，高明的地方啊。那不利于法，就是不利于法啊。就地取材，不利于法。啊，顺便讲啊，这个诸佛祖师哈、哦，他最重要的法门呐、啊，引导众生啊，就是破斥众生的执着了、啊。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句子，也就是破斥他那个对于有相法的执着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执着菩提有个树啊、哦，那也就是说修行一定要做菩提树啊，你知道啊、哦？那修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？有那菩提树就代表很多了啊、哦。那这个明镜一定有个台、哦、
啊，无你囝大伊要来徛起来，啊，要变那水头毛，哦，要水装打扮，嘛有只囝，爱囝大呀，哦，对不？来讲，啊，六祖大师讲，这心中迄个囝无一定有大啊，安尼，哦，啊，要修菩提嘛，无一定爱有上树啊，哦，我这山，我咧咩山东买晒啊，哦，啊是讲我这边包野所在买野晒啊，无一定爱有一丛树啊，哦。啊！一丛树啊，嘛不一定要菩提树啊。我那那菩提树嘛会使啊。好、哦，安尼意思啊。哦。啊！一切法啦、啊，本来就无一点啊，互你会当执着，本来无一物，无个一点啊，会当互你执着，会当讲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种到的，等等啊。哦，啊！你咩那会当讲讲，诶、欸？也都一个心境顶头有惹尘埃，这心境本来就没有尘埃呀、啊，安尼呀，所以就破斥他的知见执着，安尼，明白不？哦，所以你听了安尼才有明白不？哪有明白？后摆就变我我也也一啊，哦。我我也也也意思，我今嘛在讲这什么意思啊？就跟那做事的智慧，你跟那的唱山歌安尼啊，哦，看一下，书此记忆图众总经，无不采雅，各相未言其哉，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，主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邪。插了记曰：“意未见性，众以为然。次日，卒遣至对访，见能邀食舂米，语曰：‘求道之人当如是乎？’乃问曰：‘米熟也未？’慧能曰：‘米熟久矣，犹欠塞在。’卒以杖击对山下而去。慧能即会主意，山谷入室，卒。”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为说《金刚经》，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慧能言下大悟。哦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遂其主言：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？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？何其自性本质具足？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？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？万法啊！管阿家，这个江州别驾哈，写这个记下完了，啊，一切在道中啊，大家拢很惊讶哦，啊，就和尚那边讲讲，哦，这奇怪啊，不得以貌取人啊，不应该看人的表面哦，哦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语，这个是《论语》里面讲的呀、啊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语，子语啊。就是宰我，也是孔子讲的徒弟啊，哦，或者宰我，因为宰我长得不好看呐、啊，啊，孔子讲就讲，未使干来看表面，啊，其实啊，孔子讲伊讲，我因般嘛是看伊的表面，所以看伊无起啊，所以宰我真可怜，常常拢和孔子讲干嘛，所以孔子公嘛，叫势力的，势力人啊，所以不得以貌取人啊、哦。连我像已经跟他姓林的孔子公的我，哦，看我家己徒弟的子羽啊，妈妈看走眼啦、啊，哦，你只看他长得并无飘撇啦、啊，啊，所以就叫伊讲，就是伊讲伊地位无关啊，不得以貌取人，取人就是说判别高下的意思了。何得多时？如何能够再过一些时候，使他成为肉身菩萨啊、哦？肉身菩萨一下就金刚不坏之身呐、啊，我们在肉身菩萨，因为咱这把这鬼辛苦拢是把做的呀、啊，啊，你卖讲这块肉这大块，讲放的袂歹。你去买一块肉放的
放在厝诶，那阵无放在冰箱咯，一工就歹去啊，对不？哦，何况讲这块肉遮大地，那已经讲放诶拢未歹，哦，所以伊就是安怎，就是用这些法就不可思议啊，因为伊修法啊，心修戒定慧啊，这是啊，就清净啊，清净甲这个。会臭会呕会烂的，这个五蕴之心啊，迄毒素拢去了啊，拢清净啊，啊，所以就袂歹啊，诶，比防腐剂较好啊，哦，所以嘛免像迄啰埃及的木乃伊哦，搁浸药水啊，搁包好带，安尼困到一大关，哦，啊，尾啊变做人关安尼，哦，就变安尼啊。啊，六祖大师的迄肉身吼，迄是正刚肉身，伊迄拢阿边做工，阿边用油啊，拢面伊坐遐，哦，啊涅槃就涅槃了，啊，全身拢袂歹，哎，所以是正刚，哎，全身都是所谓舍利啊，全身舍利，哎，啊，这个人按你讲啊。过去讲啊，对党对党的哦，以经营尾啊，就是肉身菩萨啊，对不哈？足、哦、见众人精怪，这个五祖大师啊，看众人就安尼咧精怪啊，就惊人损害六祖大师啊，哦，所以哦，就用铁围啊起来，把迄个鸡，甲回应上哦，讲啊讲意味见性，讲啊这个鸡嘛无啊未见性啦，哦。啊，无到迄个境界，众以为然，即系哩真好笑咧吼，甲矮子看戏一样啊，哦，啊，师父就讲未见性啊，所以一定是未见性啊，对不？哦，次日哦，第二天啊，这个五祖大师就暗中潜呐、啊，就暗中到了吼、哦，暗中去这个对方遐，啊，看到我的能就是慧能啊，我慧能啊，妖石啊。就是这腰哦，绑起这石头，因为伊都要精密，啊精密迄力无够啊，重量无够，所以打迄个对吼，迄精密迄个打袂叮当啊，所以绑起这石头较重安尼，这打会叮当。啊，就讲啊讲，求道之人当如是乎？如是乎这里要打一个惊叹号了，哦，讲要求道的人啊。哦，就爱拢总爱像你安尼才对啊！哦，都要像你这个样子啊！那乎是呀啊，那惊叹词啦！乃问曰：“有时啊，这个五祖大师就问讲：密色未？啊、哦，这个咯，你看咱台湾话就是中原的话啊！哎，你看密色也未？哦，那也密色也未？”这是咱中原话啊，拢无变啦，哦，啊，唐朝的时阵，对中原讲的话就是安尼写，米熟也未，哦，米熟也未啊，哈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慧能大师的讲，米熟久矣，犹欠塞在，啊、哦，米已经熟真久啊，但是哦，啊未迄款的塞哈、哦，就是因为伊蒸的哦，无迄个有迄个粗坑对无哈。哦粗坑爱甲筛筛，啊，剩迄落白米啊，白米要煮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你初步的功夫已经好势未？哦，用好势啊，但是即马就阁欠人牵扣啊，安尼啦，哦，欠人指点，欠人牵扣指示啊，因你若甲点一个，我就好势啊，安尼啦，哦，所以欠你这个师傅这个台啊，甲抬一个。啊，我来好势啊，安尼啦。筛就是台啊，哈、哦。足以杖即对山下而去。啊，五祖大师就提野拐啊，啊，讲迄个精密迄个精啊，甲讲啥？啊，就去啊。啊，迄就是咧做情报员啊，打暗号啊，哦。啊，即嘛答案吼，刷落去，慧能就了解这个意思啊，就三更，三个就是三更啊，哦，然后要去传情报啦，哦。
三更就入去这五祖大师的寮房，啊，五祖大师啊，就用家西把迄个窗啊拢围起来，因古早迄窗啊拢是纸窗啊，哦，啊个围起来，啊，但是你要甲伊讲法，你一定爱点蜡烛啊，对不？啊，用家西围起来，人就看袂着啊，哦，不令人见，啊，就为慧能大师讲这个金刚经啊。讲到倒咧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讲到这样，哦，慧能言下大悟，哦，讲这个千古奇案，就是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嘛是我悟我悟也已也已啊，哦，下面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先爱讲，先爱了解什么叫做住，这住是什么意思啊？住就是大的对不？大的那个所在叫做住啊，哦，那住是住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最初步的意思，着。着是什么？着就是贪着啊。因为贪着，所以会住。哦，比如说你住恁家，你住恁厝，你一定是贪着恁家，你已经厝啊。因为你贪着，所以会住在遐，你知无？啊，咱那一直拢住喺三界、娑婆世界，拢袂去阿弥陀佛家咧。因为咱较爱食，较无爱阿弥陀佛啦，所以就拢一直住喺食贪着。哦，因为贪着这个娑婆世界，所以就住喺这个娑婆世界。所以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。哦，啊，所以住是因为着，着是因为贪。哦，贪是因为什么？贪是因为爱，哦，爱你，哦，所以，然后我们再以十二因缘来看，十二因缘里面有爱取有，对不？爱取有这个三支啊，哦，咱若看到一个物件，咱心来爱，就要去个触来了就拥有啊，就拥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哦。那拥有以后呢，就会执着，就着了，着了以后呢，就住了。哎，这着跟他想，就跟他两条赶快的意思啊，哦，跟他那个火星啊，去有一个粘苍蝇的那个纸沾到了一样，两条哎，八尾亏呀，哦，那个叫着，哦，所以这个程序是这样子。所以众生为什么会住于法，那个住就是贪着法，那为什么会住呢？就是因为贪着，那为什么会贪着呢？就是因为爱取有而来啊，这样子啊，哦。那因无所住，也就是无所住着啊，而生其心啊，哦，这因无所住的一公，这主持省略掉了，谁因无所住啊？是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按金刚经头前开始讲迄，那个所在，看才知影。金刚经的时阵开始啊，迄，那个须菩提合掌问佛哦，长跪合掌问佛讲，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？或是云何因住啊，哦？因云何住？云何生其心？啊，哦，那佛的回答是说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哦，那因无所住，等于讲，今嘛鬼也讲我的听。因无所住的意思就是对一切法无所贪着，安尼对了。哦。因无所住的意思就是于一切法，对一切法，对一切法啦，啊，就拢总无贪着，安尼就做无所住。这是头一步。虚云老和尚哈，伊咧九十二岁时，还是一百零两岁，袂记啊，写一个因无所住，哈，哦，啊我哎，这个叫有名，迄，那个书法真水啊，我把它框起来。后来我在闭关的时候一直在想，因为他
虚老和尚是虚禅的、啊。你要想，嗯，你要想到尾啊，讲嗯，安尼干哪欠一半，因为下骹那半才重要。哎、欸，顶头那半是迄 jacket， 迄西装的上装啊。啊，下半下骹一半是长裤，啊，无穿长裤歹看哦，哦。而生其心就是那个长裤，那很重要啊、哦。因无所住啊、哦，现在讲而生其心，什么叫其心呢、啊？哎，这里查不丢了，但是我你把所有的《金刚经》五十家注本提来看，拢总无讲到。我今麦跟你讲啊，讲破无得三个钱。但是阁真简单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个生什么心呢、啊？其心就是大悲心，安尼。应该无所住而生出大悲心。哦、那无所住是什么？无所住是智慧。那因为无所住啊，所以能够自度，而且就近自度，而且不但就近自度，能够就近涅槃、啊、能够得无上大涅槃，这无所住。但是得到无上大涅槃呢，是之多啊，但是你得爱过嘛，爱过度众生，所以而生其心，不是你自己度了就好啊。哦、所以穿西装唔通穿一半，爱下骹嘛爱穿啊，唔再看靠哦，安尼。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、哦。那我们以经解经啊，哈、哦，《楞伽经》里面讲：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，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，智慧已经证到一切法啊、哦，而没有说有或是无。没有执着他有，也没有执着他无，那就真正的无有少法可得了，那就是最究竟的大智慧了，就是无上菩提了、哦、然后达到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以后，然后生大悲心，什么意思啊？广度众生，这样子。所以又回到三皈依文里面讲大慈悯故啊、哦，所以修行者大菩萨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后啊，应该是对于一切法，对于世间出世间啊，对于佛法世间法都没有贪着，都没有住着啊。但是啊，因为这样子而自己证得了无上菩提，而自得解脱，但是还要生出大悲心来广度众生。所以虽然菩提本无树啊，明镜亦非台啊，但是还是做菩提树，还是成菩提，广度众生，慧能言下大悟。我听到这句话啊，听到这吼、哦、五祖大师解释了，我就大悟啊。这里要打两点冒号，悟到啥呢？悟到讲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办法啦、啊，拢总不离自性啊！啊你，我的这个，哦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讲一切办法拢是依靠这个自性发出来，啊、哦，这离就是啊、哦，一切办法拢总甲这个自性袂当分开啊，离就是分开嘛，啊、哦。然后从自性所发，所以遂其主言。因此啊，我就启禀这个五祖大师啊，讲下骹这位啊，这位就是自成境界，那开悟了，拢有一个境界的耶。哦、啊，这个也等于是印证的意思啦，又再一次的印证啊。伊悟到了，讲啊，按这个。诸法啊，是我的境界，就是安尼，唔知对啊唔对哦啊，所以各讲一遍。
哦，有可能。